刹车不好使啊！这刹车太有戏剧效果了，汉哥。啊！哎呀，劲敌呀！来啊，三、二、一，一。10-20秒吧，我再来一次，来了啊，三、二、一，好，明天早上了。来啊，三、二、一。魏姐姐征回一轮，好。梦姐，我需要让着你吗？不需要，请。我要站这面。哎，你看梦姐玩的游戏还小小度。对，好好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靠，他上手段。哎呦！哇，手段没用，手段没用。对于烘焙屋的未来发展，开运集团总裁张翰有话说。月月那个地方是离这几栋楼居住是比较远的，它是不会扰民的，你是不会打扰到别人休息啊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尽情的去玩。如果你只是用这个地方满足一个治愈，它就浪费掉了这样的一个寸土寸金最好的一个地方。我觉得你们就除了那个做甜点完成你们的那个治愈以外，是晚上可以利用，你不觉得它整个的就是那种有一个小餐吧的性质，然后又能喝点东西，再晚一点就可以像酒吧那种形式，弄点烧烤什么的，晚上拉一些那种灯光线出来，要把酒杯都挂上，其实要冰柜啊，你要让它是透明状的呈现，就能看到里边就做的一个半成品，对吧？除了开拓新的版图，开运集团总裁亲自带队部署超市升级计划。开运嘛，Brand of Luck。其实这个地方还能再加一个冷藏柜，能加能加。你这就是蛋糕房吗？小冰柜台也出外边，我们尽全力把这个地方呈现得更加的美好，就希望可以留给来到这个地方的人，可以供他们去使用。打球吗？可以啊，打一会儿呗。对。但我不太会打，我只会投篮。那我们就都投篮，都投篮也打着玩嘛，打一会儿。咱们可以分伙啊。对对，我们分边。分啥？咋打呀？我都不会运球，玩啥？这样，如果他俩一伙，就咱们三个一伙。行，那定了。那我们三个一伙。就咱们仨。他们两个比较厉害。对，行行行。我投了啊！哎。哎呦！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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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汉哥汉哥汉哥，不行了，汉哥不行啊！疼疼！哎呀妈呀！这下太带劲了，这下！还打三分钟，伤兵一枚，我还没穿袜子，关键是，好痛啊！我的妈呀！咋了？烫了。孟姐，你可以把这个放下边，对，冰一下那手就好了。啊，关键时刻还是得看孟姐。
梦姐太……你们还知道吃饭找我呀？哎，不是，我们就没忘过你啊！拉倒吧，我一会儿要找你们谈心。梦姐今天心情有点不太好、啊。你咋了，梦姐？因为让你干活，所以不开心了？没有啊。那你为啥？我觉得我们今天，我们整个洞都怪怪的。哦，为啥呀？没有人理我。真的吗？那小兰，你自我检讨一下，今天对不起，为什么没理梦姐？确实不太对，我应该跟梦姐一块儿去看那个冰箱，不应该自己去。我也反省一下。你反省什么了？嗨，哎，你们怎么出来了？我们要去采购。哦，你们要出去采购啊？啊，对啊，去吗？去去。看来今夜的落单危机还远远没有结束。我累了。哦哦，他们在干嘛？不知道。那我回家了。回家干嘛？这么早？回去跟汉哥聊天。他们不是不在吗？啊？他们出去了？对。啊、我听说啊。汉哥他们是出去了吗？你看。他们不带我。没事，我也没有。啊，我有欧欧。It's OK。哎，回来了。嗯，十五。你们准备加入游戏啊啊！零到十五之间。零到十五，写个数字啊！零到一百之间写个数字。对。他不爱玩这个。还没玩这个就回去了。为啥呀？你问一下，就别让自己一个人。妹妹在不在啊？周野妹妹啊，哦哦，你在呀、啊？嗯、哦，怎么了？你干嘛？大家都回来了。啊、哦，累。快回来吧，我们一起玩。我不想去了。怎么啦？我看你突然间走，感觉不太对。有点困了。你别骗我了，行不行啊？别骗我了，好不好呀？没有啦，怎么啦？你这样子走，我你觉得我不知道吗？啊、哦，谢谢你哦。你怎么不开心啦？就是今天坐了一天，有点累了。刚刚那样子走的时候，我就发现就是不太对劲嘛。真的累了，今天坐了一天。我知道，所以很委屈是吧？要不要出去走一下？你等我一会儿。哎，真奇葩！怎么会有人晚上戴帽子 ？Come on, baby， 走。哎，他是听你的耶。他当然听我的呀。走，巧克力。狗狗都喜欢出来，对不对？王姐，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太可爱了！当别人是真心的陪伴你的时候，那样才能消除孤独。我可以接受孤独，但是我不能太久，因为我太久孤独的话会憋。我会憋得慌。哎，哎，妈妈在哪？哎，你找到狗绳子了？嗯，走。你们去买了啥呀？啊？你们去买了啥？你们走都不叫上我。别让我家吃饭。到底在干嘛？你们不是在忙吗？太累了。谁欺负你了？是不是巧克力欺负你？对呀、啊。为什么要欺负我？嗯？你们能不能以后带上我呀？他们也不带我，要把我一个人就欺负了。带上你，你们跟六姐打。你们走之前跟我说过，你那个弄完了。哎，明天你俩各自女一号要演戏了吗？明天就演了。哦，太好。